你可以想象一个新冠零死亡的社区吗？美国加州湾区正在朝这个方向进行，积极增加患者取得新冠口服药的管道，在一些地区设立新的检查站，居民可以接受筛检，如果结果呈阳性，可以当场获得药物处方。We're looking at a range of models,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els, and what they're predicting is that if we don't get ahead of this thing, we'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waning immunity. This virus continues to evolve, and we may see a pretty sizable wave of infections, hospitalizations, and deaths this fall and winter.有的地区是设立一周七天24小时的全天候电话，帮助民众与医生联系，如果有需要，口服药就会寄到家。当地卫生官员认为，疫苗的接种加上新冠口服药出现意想不到的防疫效果，两者结合，几乎没有人应该死于新冠。另外，欧洲 CDC 将两种 Omicron 变异株 BA4 以及 BA5 列为高度关注变异株，主要是它们可能会逃脱疫苗的保护力，使确诊激增，造成医疗的负担。世卫目前也在密切观察当中。What we're looking at is, are there any increases in hospitalization, among the cases that are detected with BA.4 and BA.5? 欧洲 CDC 在报告中指出 ，BA4、BA5 分别在今年一二月于南非被检验出来，已经成为南非疫情反弹的主因，而欧盟预估 BA4、BA5 可能在夏季成为欧洲主要的流行病毒株，因此鼓励80岁以上的长者接种第二剂加强剂。另外，也呼吁各国要准备针对60岁以上民众以及其他高风险族群施打第四剂的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7，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